这里有个加压钮，颜色变深之后就会有显示温度了，就会开始加热了，然后把它调一下那个关掉，然后就是没有了，然后调一下，调试这边这个往上的这个按键，这里是加热，然后这里是键温度降低，第三个这里关掉，关掉，然后这里退退回去，在这里第三个按钮时间设定，这里，可以了。